在不景气当中呢，老字号的知名小笼包店鼎泰丰，它照样的是在五星级饭店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员工大会，席开了有70桌，而且还把海外的业主员工通通都请回来参加。而这个创办人杨秉仪，他是难得的现身，他说呢，他已经是正式的交棒给第二代了，现在看到了鼎泰丰这几年在海外业绩这么的好，他非常的骄傲。真是难得，知名小笼包店鼎泰丰竟然在吃饭时间打烊不做生意，原来是一年一度的员工大会，老板要求每个员工都要参加。来自日本的员工在台上载歌载舞，还有马来西亚、上海的员工也都特地搭飞机来参加。鼎泰丰总共在五星饭店席开了70桌，犒赏员工。平常在店里的服务生也通通盛装出席，还有艺人常客成为座上宾。我跟杨老板，我们吃了20几年的历史了。20几年了。对对，因为拍鼎泰的公司，拍鼎泰丰的故事非常的重要，我们也战战兢兢，也承蒙他愿意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我。鼎泰丰整场晚会由第二代老板杨继华主持，创办人杨秉仪则坐在另外一桌，看着员工表演，他笑得合不拢嘴。他说自己这几年交棒以后，儿子把鼎泰丰发扬光大，让他非常骄傲。你看海啸也没有什么影响，对不对？你那品尝好了，你在台湾你实实在在，你要实实在在就可以了。正宗Made in Taiwan的老味道，让鼎泰丰在大环境不景气下依然屹立不摇。不止大手笔办春酒，还大规模的延展店面。业者说，生存的诀窍没有别的，就是坚持真材实料。中央新闻蔡孟真、杨世旭、萧湘怡台北采访报道。